些星座呢，虽然是星座，就是画面是新的，但是它这个主题还是这一个方向，还是上次我说那个主要就是东方在线这么一个方向。那个文化部长他是凝视东方，因为他是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这个身份来凝视咱们东方。我呢，在他面前我要展示东方，所以呢，我就叫东方在线。在线为什么要在线呢？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不要还学那些咱们老祖宗那些，那是东方。咱们来一个东方在线，就把它更当代化。所以整个这些作品呢，我觉得方向性还是差不多的。但是其中有几幅作品呢，因为是在中法文化之春之间的这个节目啊，有几幅作品稍微带一点西方的味道，就是有那边有两三幅小作品是，总的感觉是有点跟这个西方文化背景稍微有点接近的这样的作品。这也是因为这个中法文化之春嘛，两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因为现在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就是中国文化它不可避免的要融入到这样一个全球的这样一种语境里面，所以尽管我特别喜欢全面恢复中国古代的文化，但这个是不太可能。如果要想使中国的这个艺术和文化更有生命力的话，它就必须要吸收其他的文化里面的优秀成分。因为在这个方面，舒兰做得非常好。他的东西不仅有中国的水墨的这样一些元素吧，更重要的是他追求的那样一种意境，空的意境、禅的意境，比较接近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但他是用非常当代的方式，也用多媒材的方式来表现出来的。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的诗分三种的话，比如说有像那个李白的浪漫主义的，对对对对，就是浪漫主义，有那个杜甫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但还有王维的接近禅一样的禅境一样的诗。所以他这个诗意他接近王维那种诗，是那个意义上的诗意。那么我觉得他一直在西方学习，我觉得这一点呢相反可能是一个优势，对他来理解中国的这样一个传统艺术是个优势。有时候我们叫做需要保持一定距离之后才能看清楚，对对对对对，有个反观的对对对，才看清楚哪些是我们文化里面最有价值的，或者是最有特点的、最有生命力的这样一个东西。相反我们天天生活在这里反而不容易看得很清楚。刚刚开始是想把抽象的东西呢就集中一下，后来因为这个场地布置其实确实很困难，所以呢就是像这个旁边这一溜作品它颜色比较重，为什么放在那儿呢？本来是想把它躲开，就是那边更近一些，可是呢因为这个场馆比较散，所以呢颜色太轻的作品在那边就镇不住脚，所以就临时最后改变了方案。其实按道理讲应该是静禅完了再回到生活当中，这边就更激烈一些，这样它的制作性，就是我们或者通俗一点讲叫材料的运用。我觉得舒兰是这个当代艺术家里面他对材料的把握能力是很强的一个人。这跟我们一般为材料而材料，或者材料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对他的这个跟他的语言的结合和他想表达的这种精神性的结合，一般画家很少做到他这么贴切。就他的这种方式，就他的技法也好，或者材料的运用也好，和他想表达的东西特别的合适。这个来说，不太容易。这些装置作品，实际上就是说，我认为呢，就是说，作为画家来讲，我一直在感觉，就是说，画面这个墙上的画面呢，壁架上画有点弱，所以呢，想往装置方向走。但是呢，你又是个画家，那么我觉得第一要改变的就是一个表现方式，就是我还在继续画，但是我怎么以什么方式能展出的方式能让它与装置接近，能够把这个空间充分的利用起来。刚刚开始这些架子也是中国的一些老衣架，但是我又把它做的稍微当代一些，这也是一种东方再现。完了，我本来准备是做一批衣服，在里面再做一些画啊。这但是呢，因为时间太短，所以没有能完成那么多，所以呢，灵机一动呢就想起来，哎，把这个画也弄上也好，就是从架上走下来，这是第一步。那么我下一次展览肯定还要走得更远。好嘞，好嘞，谢谢。